就是说那个小造型它中间卡通的东西，然后呢他们的作品中很多都是卡通造型，所以很受到小朋友的欢迎。嘉义父子风筝队、明显风筝委员会等等的风筝作品，待会儿有机会的时候再来为大家介绍。一块钱起标，你要加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五块都可以，但是不管标多少，我们都不找零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店家无偿捐出来，所以所有的钱我们都会捐出去，由苗栗市公所帮我们捐出去给公益团体或是有需要的弱势族群。所以我们好，在这个我希望。角国际风筝竞赛的冠军，他们所带来的作品。那再往前看呢，有看到一只猫咪穿着人的衣服，猫咪戴绿色的帽子，穿着绿色的直条纹裤，帽子上面还有一根黑色的羽毛，然后有三根须须，黑色的小须须哦。这个是来自于德国的老师带来作品。那我们这个 Peterson 羽毛在欧洲是相当有名的儿童礼物。Thank you.
有一个小小的降落伞，所以我们糖果风筝会往旁边飞哦。好，老师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一起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哇，果然往外面飞过去啦！是的，爸爸妈妈这时候可以跟小朋友机会教育一下，放风筝是要看风力跟风向，站在风筝下面是拿不到糖果的。